罗密欧、朱丽叶、征服者赫彩，在这26个字母飞舞交错中啊，我将会前去拿取那颗命运的宝石。这是怪盗基德寄给你的预告信。这次我特地啊带了一个人来协助调查这次的案子。大家好，我叫工藤新一。我总觉得他有点怪怪的。这场游戏也该结束了吧？你这个小偷！哼！名侦探柯南：银翼的奇术师，星期日晚上8点，就在某某亲子台。